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同心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下面请大家低头默祷，安静我们的心。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崇拜诗歌《复兴主公歌》。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同心的敬拜。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你悦纳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恳求你也复兴你自己的教会，特别在疫情这段时间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你用你的爱，以你圣灵的感动，以及你圣经的话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主啊，恳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以复兴，让我们的心灵不再软弱，不再灰心，不再绝望，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你就是我们的藏身处，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感谢，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主日的崇拜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能够赐福恩待，无论敬拜赞美，无论是你仆人分享你的话语，都能够感动我们的内心，把我们一起带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围绕着你将荣耀归给你，也恳求你将恩典赏赐给我们，将平安，将喜乐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起应经文，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感谢神赐给我们话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让我们跟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唱敬拜诗歌《满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让我们一起走到神的祭坛，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数着时间，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永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数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着你。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或许拥有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或许拥有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好，家庭姐妹，今天在这里证道的是万历医生那他呢也是在家里面来录制今天的讲道，那么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领受神给我们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朱牧师今天再次邀请我来到各位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感谢您今天亲自引领我们来到您的宝座前，求您赐圣灵打开我们的灵眼，看到您的旨意，打开我们的耳朵，聆听您至圣的真道，好叫我们里面的永恒的生命得到您亲自的喂养。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最近啊，澳洲最热的话题，最热门的话题，恐怕就是一个是地震，一个是 protest， 一个是抗议了啊。目前为止，咱们澳洲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无论是新州还是维州，每天的数字都非常非常的惊人，几百上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的人上街去游行，去抗议疫苗，抗议政府的这种封城的计划。真的，有时候让人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我相信大家都很注重现在的新闻啊，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风起云涌，每一天都有人，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 city 在城里面去进行这个 protest， 让人看了以后心中非常非常的难受。抗议的人群当中啊，举了很多的牌子，那么我在幻灯当中也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照片，其中呢有人举着牌子说要开放教堂，有人说呢不许封城，那么更刺痛我眼球的有一个标语，这个标语是什么？保护我的是耶稣，不是疫苗。我看了以后啊，心里非常的忧伤，真的是，真是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无能为力。我们已经尽力的去帮助我们身边去需要帮助的人了，可是怎么还有这种邪恶的势力在跟你对着干？我相信啊，大多数弟兄姐妹，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啊，和我都一样，都能够从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思潮，一个标语，一种态度。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一个思潮，什么思潮？相信耶稣，不相信科学。第二，一个标语，耶稣会保护我，疫苗不会。第三，是一种态度，为了我的自由，坚决反对政府和一切不符合我个人愿望
可能损伤我个人利益的任何政策条款和措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啊。这三个迷思当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第一个迷思，相信耶稣就不能相信科学，真的是这样吗？我今天啊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科学是神学的一部分。可能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啊，科学到底是什么？神学又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神学啊。神学是研究上帝的学问，是借着神赐下的话语与众信徒和非信徒对上帝的理解，通过这些话语来全面理解上帝，更深的了解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神学。科学是什么？科学实际上是从被造的万物当中寻找并发现上帝创造的规律，反过来用这些规律改变这个破坏的世界，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广义的神学其实就包括了从世间万物和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神。如果这样看来，科学属于神学的一部分。相信科学不仅不是反对神学，恰恰是神学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著名的科学家牛顿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发表的科学的著作不仅没有推翻神，更加深了人类对神所造万物的进一步的理解。哪怕是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也是神学院毕业的基督徒，他发表的进化论啊，只是集中在动物界。他在动物界发现了很多这个物竞天择的这种发展的规律，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啊，他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人不是动物，人也不是进化来的，人是神造的。所以他的论文的观点啊，你也仔细去看，不仅含有很多对未知知识的认可，更强调人不属于动物，进化论的观点在人身上并不适用。但是这个世界是受撒旦的驱使和掌控的，所以人们把进化论做成了推翻上帝的工具来使用，真的是可悲。我以后有机会啊，还要继续的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科学其实是神学的一部分，所以基督徒紧跟着耶稣并不是说你就不相信科学。在这里啊，我想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我是医生啊，我在澳洲做医生。那么在我行医之间呢，我也花了几年的时间在墨尔本大学也读了一个博士。那么在我做科学实验的时候，我写了很多的文章啊，在我做科学实验的时候，我进入一个瓶颈。那个瓶颈啊，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做的实验实在太简单太简单。那个时候我刚信主不久，刚刚受洗。那个时候啊，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爸爸，天父爸爸，您既然创造了宇宙万有，拥有所有的智慧，能不能就给我一点点？我就要一点点，不多，就要一点点，一点点干什么？让我能够顺利通过这个博士的这个学习和论文就 OK 了，就这一点。”没想到啊，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真的是在无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当我打电话跟我的老板讲的时候，我的老板现在已经是全球头一百名的科学家，非常非常有名，他的文献已经是上几千篇了，而且每一本稀释内科学上一定有他的章节。他在电话里啊顿了一下，他从来不顿的，顿了一下大概五秒钟没说话。后来他说：“万林，你跟我在坐轮椅的时候会拿诺贝尔奖，因为没有任何人从任何角度能够探知这个智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当我们得到这个结果以后，马上就建立了两个实验室，又重新开始去做实验。大概在2013年左右，我得知这个实验的结果已经在人身上非常非常的实用，已经在美国做实验做了很多啊，而且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已经发表了。所以非常感谢很多的
这个博士的，在我们当中可能有读博士的，你会知道能够发表一篇两篇文章已经非常好了。在读博士的过程当中，我因为上帝赐给我的智慧44篇文章，我感谢神。能说科学不是认识神的一种科学吗？不是认识神的一种学问吗？其实真的从我的角度来说啊，科学是属于神学的一部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迷思，耶稣能保护我，疫苗不能。这句话很伤人，为什么很伤人呢？其实它是一个典型的偷换概念。为什么叫偷换概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如果有一个人说哈，遵守交通规则不能保守我的性命，但是买我的这个行车保险就可以保守我的性命。所以一个人呢，他在上路开车之前买了保险，然后呢就随便去闯红灯，随意的超速，这个警察抓他呢，他觉得不对，哎，不对，我买了保险，你为什么抓我？两回事好吧，完完全全不一样。耶稣保守的是我们永恒的生命，疫苗是让你不得新冠病毒，完全两回事。怎么可以拿出这种东西来迷惑人心，伤害人的性命呢？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能出自谁的嘴？我相信弟兄姐妹马上都意识到了，是出自撒旦的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看撒旦典型的说法是什么啊？下面这张幻灯是这样的，是马太福音4:3。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禁食40天。撒旦前来试探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耶稣怎么回答？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人饿了当然要吃，耶稣会不会饿？当然会饿啊。那么在经上记载啊，在耶稣这个死里复活以后，专门向门徒去要鱼吃，他是会饿，他是需要吃石头的，耶稣是需要吃食物的。耶稣能将石头变成面包，他不是不能，而是不要。当神的时间未到的时候，耶稣仍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宁肯选择不吃。为什么？因为耶稣单单信靠神，这是生命的源泉，不是不能，而是要与不要。所以这是撒旦的第一个偷换概念。第二，魔鬼又带他进入了圣城，让他到了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跳下去，经上记着呀，你就可以吩咐使者拖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吗？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不是不能飞起来，他也不能说，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去差遣天使去保护他。耶稣强调的是一个重要的基督徒的原则，不要为了自私的缘故试探神。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神的利益？是为了荣耀你自己，还是为了荣耀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所有的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看，说只要你拜我啊，所有的都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你的神，单单侍奉他。从这里我们看到啊，撒旦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啊？就是让人去敬拜他，而不去敬拜上帝。被撒旦控制的有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啊，其中有基督教的极端右翼分子，比如说像纳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所谓的为了正义去屠杀犹太人，所谓的为了正义去屠杀无神论者、外邦人、圣殿骑士、纯白人主义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撒旦与上帝在抢夺灵魂的一些轨迹。大家知道吗？最近啊，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新闻了，在过去这两年当中，到城里去这个游行的人们背后的组织是什么？就是新纳粹分子，正是那些极端右翼的基督徒团体，自称是基督徒却反抗神的旨意，
利用信徒柔弱的心理土壤，滋长出撒旦魔鬼播种的死亡。罗马书13:2这么说，所以拒绝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不是每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只有真正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有资格。为什么这么说？耶稣自己说的，耶稣早就劝诫过我们，马太福音7是这么说，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是少的。你们要干嘛？要一定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干嘛来了？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得出来的。他们不会结出好果子，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不出好果子的。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主耶稣来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定有很多的人跑到主耶稣的面前会这么说，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怎么说？我明明地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这里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你以为你医病赶鬼你有多大本事吗？你这个人就多么属灵就很了不得吗？错，是神怜悯那些被帮助的人，所以通过你去帮助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过是神施行他恩典的一个载体，与你自己是否能够得救没有什么关系。任凭你自己的意思去损人利己的时候，你不属于耶稣，那个时刻你属于撒旦。那怎样才叫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第13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谬的也要顺服。也就是说，无论你的领袖、你的国家、你的政权对的不对的，你要干嘛？只要你是属神的，只要你是属耶稣的，你都要顺服。迷思3是一种态度，为了我的自由坚决反对政府和一切不符合我个人愿望可能会损伤我个人利益的任何政策条款和措施。其实我们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啊，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的思潮、第二种的态度都是源于第三种。这种第三种迷思是什么？这是什么态度啊？以自我为中心，我的利益高过一切啊！只要是任何事情让我不开心了我就不干，让我开心我就去做。这是什么？这是自私自利的态度。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做这样的事情吗？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真正的自由吗？不是，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赤裸裸的自私，是撒旦把人拖向死亡的着力点，是人通往堕落的原动力。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借着自由来掩盖恶毒，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觉得受洗之后就能直接进天堂，真正的基督徒会懂得用一生去学习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自私的吗？不，如果耶稣是自私的，就不会为我们受苦，更不会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时大汗淋漓，匍匐在地向上帝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是他的心情哦，真的很苦这个杯，所以耶稣说，如果你允许就帮我把这个杯挪去。但耶稣后面却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是为了让自己的舒适吗？
耶稣是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吗？如果他真是这样，绝对不会被抓，更不会去受鞭伤，更不会去受十字架的死刑。但他却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放弃了他自己的自由。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等于自私吗？我们当中很多人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是羡慕西方世界的自由啊，很多人都是。难道我们错了吗？这个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31节，上帝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听从神的。如果水不听神的话，就不能聚在一起；如果空气与水不听神的话，就不能够分开；如果植物不听神的话，就不能够开花，不能够结果。之所以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一切都听从神。但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赐给人一个特殊的能力，什么能力？ Superpower 啊，什么能力？选择的能力。选择什么？你以为是去商场选择2.5的苹果还是3.5的香蕉？是选择孩子去公校还是私校？还是考奖学金？是选择自己的男朋友吗？不是。神赐给我们选择的原理，神赐给我们选择啊，就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你是选择顺服神还是反抗神？就这么简单。自从亚当夏娃听从自己肉体的私欲，违背上帝不让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这种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思想和行为啊，就成了我们的原罪。罗马书就是这样记载的。这个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世界因为倒在罪的权柄之下，受到撒旦魔鬼的掌控，人类从此无法脱离罪的捆绑。人家说我没犯罪，我哪有犯罪？罪的表现到底有什么？其实啊，我们仔细看，从圣经上看，我们就知道罪几乎是天天都能见。加拉太书5:19是这样写的，情欲的事显而易见，比如说奸淫、污秽、邪荡啊，你说好多人说我没有做这个啊，拜偶像、邪术啊，我说我没有，也没有啊，信哪一个信哪个 ？OK， 有没有仇恨过？有没有竞争过？有没有愤恨过？有没有恼怒过？甚至像现在啊，这些 protest 结党、纷争，来自各种的异端啊，酗酒、荒宴等等，都是罪。人呐、啊，无法脱离罪的捆绑，人因为自私而犯罪，所以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直到什么？直到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做了完美的榜样。他从不自私，从不犯罪，深知上帝差派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那完美的祭品。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让我们终于可以通过真正的相信耶稣啊，不是假的，真正的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做的那个祭品，他是我们那个祭品的时候，而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什么？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是什么自由？耶稣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自私自利的自由，而是脱离罪恶捆绑和因罪而带来的死亡的自由，是终于可以脱离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是终于可以效法耶稣损己利人的自由，是终于可以通过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牺牲的宝血回到天家的自由。这自由
是属耶稣的自由，这自由是属天的自由，这自由才是永恒的自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识破撒旦的诡计。他不但在伊甸园用谎话引诱夏娃，而且在现今通过各种媒体言论引诱世上所有的人。他对非信徒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已经属撒旦，他攻击的对象就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弟兄姐妹，在教会中产生异端，引诱人为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在教会中滋长出结党、纷争、仇恨、恼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随时警醒，懂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真自由，而不是自私的代名词。好，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还有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懂得您所赐的真自由是脱离罪恶的自由，是脱离自私的自由，是脱离死亡的自由，是引向永生的自由。求您帮助我们认清撒旦的谎言，在圣灵的引导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赐我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唱这首回应诗歌《赐我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神的儿子叫我们的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要真正的自由，但我们不要自私。我们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的意思。心中
许许多多的挑战和困难，主啊，你释放我们的心灵，驱走我们心中的忧闷，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自由。哦，赐我们自由的圣灵啊，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释放在我们当中，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在你的圣灵里面，在你的真理里面，在你的应许当中，我们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主啊，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真正的自由，但是让我们不要自私，让我们不要专顾自己，让我们不要体贴自己肉体的意思，而是让我们能够把祝福、把恩典借着我们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是因着我们得着祝福，因着我们得着益处，而不是因着我们得着坏处，不是因着我们让他们跌倒。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主。主啊，你是为我们舍己的主，你是牺牲自己的主。主啊，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祝福。主啊，恳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中，像明光照耀一样，像灯台上的灯光一样，能够照亮更多的人，也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认出我们是跟过基督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恳求主的话语继续的带领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特别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因为在这段疫情当中，我们面对各方面的挑战难处，无论是外在的，无论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主啊，恳求你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有极大的自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恳求你驱逐我们心中的灰心，我们心里面的痛苦，心里当中的忧闷以及绝望，让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盼望。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恭敬的起立，我们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道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仍然保持站立，我们一同凭着信心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是西安家训。第一项，由于墨本持续的封城，我们的崇拜仍然在线上。欢迎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线上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慕道的朋友，期待将来解封的时候，我们一同能够在教堂里面一起来敬拜神。第二，我们周经小组的查经聚会仍然在 Room 上举行，青少年的慕道班暂停，主日学请各位主日学小朋友的家长留意我们家长群里面的通知。第三，奉献是神儿女的福分，也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弟兄姐妹凭感动和信心来奉献，恳求我们的神格外纪念弟兄姐妹奉献和爱心的摆上，愿神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愿以马内利的神与大家同在。